圈灌神，我是你的人，欢迎来到第五人格，我是你们大的好儿哥呀。你知道吗？第五人格穷者们呀，又新加了三个隐藏成就哦，分别是大富、野人还有调酒师。那么他们的据说很难的成就达成方式是什么呢？首先啊，是大富的安度噩梦，皮肤什么的不重要，这不还没觉醒吗？没觉醒前大家都是好朋友嘛。其实呀，这个成就呢也很简单，那就是呢在释放怀表技能期间呢，成功救下两次队友就可以了呀。这个好像不难吧，我感觉实战中应该都能做到吧。然后呢就是野人的了，三潜救援，这个呀就是要靠骑猪了呀。达成条件呢就是呢野人骑猪成功在监管者牵气球的瞬间救下队友三次啊。哇，这个说着很简单，感觉实战起来应该不太容易吧。最后呢就是调酒师的，首先呢有一个醉态自若，这个成就呢很简单啊，那就是呢在监管者附近，注意是附近，要保证有心跳，喝了啤酒呢回满血就 OK 了。干杯再会啊，这个成就呢就不太简单了，要调酒师呢被打之后利用喝酒回血两次才可以。我感觉这个在实战中实现起来好像比较难吧。还要说一下呢，就是啊更新公告里呢这些文字啊，干杯再会和醉态自若好像说反了，所以希望策划大大及时修改啊。好了，最后呢也对帮助我们录视频的祭天、黑悟空还有小男孩表示感谢啊。这些成就你们都学会了吗？感谢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我们下期视频见了，拜拜。